嗨，大家，今天要来继续画《兽狗》这件作品，画背景的蕾丝底稿，只用太白。先来调油，自制达马范尼斯，用 Talens 的瓶子分装，虽然没什么沉淀，不过还是摇一摇，把它摇均匀。亚蛮人油，上次500梦的用完了，这次开1000梦的。当时因为美术社刚好特价，就买了1000梦。手边没有容器可以分装，直接倒。还好没有失手，松节油。搅拌搅拌。直接用白色来打背景的蕾丝底稿，用刚调好的油稀释，扁头软毛笔，大概勾勒一下蕾丝图腾的位置，今天下午就是画这块蕾丝布的底稿，有的笔触太明显，用扇形笔扫一下。
完成，上次整个背景都照染了，今天画上蕾丝布的底稿，下次再继续照染整个画面，一点一点给予这个画面颜色。谢谢收看，欢迎订阅我，如果想看更多作品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希望大家有美好的一天，那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